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婷，今天我们来吃老婆饺，你们爱看的，刚加热好，有点凉了。哇，有些许辣呀，直接咬它出不来，浪费了我这黄。哇，好完美，一甩呀甩呀甩出来。我觉得好香，我很喜欢吃，很 Q 很有嚼劲。哇，好大个，剩下两个还是大的，一定要看完啊，好重啊，拿在手上重重的啊。蘸上料汁，吃更香。太大了，这东西也不是说越大的越好吃，就是越大的更有感觉一点，小个的会更加入味一些。最大的应该也就这么大了，顶多再大一点点。好辣呀！酸劲了没啊？快吃完了呀！哇，太大个了，出不来，要用点力。出来一大半，也算成功。辣丝儿，哇，那这么强的丝，啊，又长又辣，双击，别忘了啊，爱你们。